Pranologis， 我是阿育吠陀医师 July。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练习在冬天适合平复我们抑郁的心情的阿育吠陀瑜伽。首先，我们先站在我们的瑜伽垫上，或是站在平稳的地面上，一只手放在胸前，一只手放在你的下腹部或是肚脐上，感受在这个当下你与大地的连结。每一次吸气，允许 Prana 进入你的身体，抵达你的脚底。吐气时，感受空气从你的腹部，从你的胸腔完整的排空。接着我们来到瑜伽垫上，两只手自然的下垂，随着呼吸吸气，一只手上抬，吐气回到原点。每一次吸气时换边，吸气一只手上抬，吐气回到原点。不用急，顺着你的呼吸来做，不需要刻意的数着你的呼吸，顺着你自然呼吸的方式，自然呼吸的速度就可以。接下来吸气，两只手一起上抬，吐气回到原点，带进脚的动作，吸气手上抬，脚跟踮起来，吐气回到原点。不需要刻意的向后仰，只需要将身体向天花板延伸就可以了，顺着自然的呼吸来进行。接着慢慢的回到原点，手的速度慢慢的放慢，将你的呼吸调整过来，再一次与你的身体与大地做连结。膝盖弯曲，吸气时身体向上方延伸，吐气站姿前弯。吸气时两只手打开，吐气画圈，手沿着大腿后侧站姿前弯。顺着呼吸来律动，吐气前弯，肚子内收。吸气，双手打开，回到站姿，不需要后仰。吸气，回到站姿体位，眼睛看向天花板。吐气，站姿前弯，肚子内收。顺着自然的呼吸来进行，不用刻意的控制你呼吸的长短。接着我们回到原点，将呼吸调顺来，感受脚底跟地面的连结，感受每一次吸气 Prana 充满着你的身体，每一次吐气身体排空。接着将两只脚打开，大约是髋关节的宽度。接着开始律动，吸气双手上抬，吐气手背相贴向下前弯。吸气时手背向外画出向上，吐气画一个圈回到原点。再一次吸气手上抬，吐气前弯向前方延伸，吸气吐气画一个圈将自己包围。再一次吸气吐气前弯向前方延伸，吸气向上方，吐气画一个圈圆到回到原点。再一次像跳舞一般抓出身体的弧线。再一次的感受身体与大地的连结，感受 Prana 在你体内的流动，感受能量，感受畅通之后身体的温热感。接着准备侧弯律动，吸气时右手向天花板延伸，吐气弯向左侧，伸展你的右边。每一次吸气时换边，吐气侧弯。吸气单手向天花板延伸，吐气侧弯，顺着你自然呼吸的速度。每一次侧弯时加深侧弯的幅度，记住你不是向地板延伸，你是向侧边延伸。
接着回到原点，再一次感受自己与地面，以及呼吸在体内流动的感受。接着左脚脚趾头转向左侧，右手手掌朝向侧边，左脚膝盖跟左脚脚趾头指向同一个方向。膝盖跟脚趾头如果在不同方向的话，你会容易伤到膝盖，所以请做好自己的正位。接着吸气，左手带向天花板，吐气时左手向左方延伸。下一次吸气，将右手向左侧延伸，吐气回到原点，重复这样子的律动，顺着呼吸来进行。吸气，右手向左侧延伸，吐气回到原点。下一次吸气时，右手向左侧延伸，停留在这边。每一次吸气，充满你的右侧胸口。身体柔软度较好的同学，可以将你的右手放在你的背后，又或是你可以将你的左手穿过大腿下方，与背后的右手相连接，停留在一个你舒服的位置，自然的呼吸。下一次吸气时，右手将身体带回原位，两只脚脚趾头朝向前方，膝盖与脚趾头同一个方向。吸气时，身体向天花板延伸，膝盖微弯；吐气时，站姿前弯。吸气回到原点，站姿；吐气，肚脐内收，前弯。重复这样子的律动几次，让你的身体，让你的能量流顺流。接着再一次感受身体与大地的连结，你可以给自己一个微笑。到目前为止练习，你是坚强的，你散发着光芒。接着我们做另外一侧，右脚脚趾头朝向右边，一样右脚膝盖弯曲，跟脚趾头同一个方向。左手手掌朝向左方，右手向天花板延伸，吐气向前方，来到右腿上。接着开始律动，吸气时左手向右侧延伸，吐气回到原点。重复这样子的律动，与呼吸一起律动，与呼吸同步。吸气，吐气回到原点。重复这样子的律动两到三次，接着我们要做停留。停留时一样，你有三个不同的体位选择。下一次吸气时，左手将身体带回来原点，脚趾头转向前方。吸气时，身体向天花板延伸，吐气膝盖微弯，站姿前弯。顺着呼吸来进行，吸气回到站姿，吐气前弯。每一次吐气时，记得将你的肚脐收入你的后方，下背的位置。接着，一手放在胸口，一手放在肚子上，自然的呼吸，将气调顺来。接着，我们双脚并拢，跪在我们的瑜伽垫上。如果你的膝盖不舒服的话，你可以采用坐姿，否则的话我们用跪姿，脚趾头踮着可以帮你伸展你的脚掌。确认你的膝盖没有不舒服，否则的话请敢用散盘的方式来进行以下的练习。坐姿确认之后，我们将双手打开，虎口放在腋下，接着眼睛闭起来，请将注意力放在你的第三眼眉心，自然的呼吸，感受你体内 prana 的流向，感受你的心。自然的呼吸，观察着当下，不做任何的批判。
接着慢慢将思绪带回这个当下。眼睛张开之后，双手合十，感谢你内在的自己陪伴着你进行今天的练习。Namaste.